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微分，哦，我们前面要先说令这个 f of x 是继承了 y， 那么这个导函数呢，微分之后的结果导函数呢，就也有另外一个写法，写成 dy over dx。那这个写法有方便的地方，方便的地方就是它提醒我们单位是什么，单位是什么。因为这个分子是 dy， 是一滴滴的 y， 分母是一滴滴的 x， 但是虽然一滴滴代表很少很少的量，但是它的单位并不改变，哦，所以它的单位会是 y 的单位，我就不要再写了， y 的单位除以 x 的单位， y 的单位除以 x 的单位。那举一个比较容易了解，虽然跟财务金融没有比较没有关系，但是其实会比较容易了解的例子啊，我们就会这个例子，就是说啊，举例来说，如果 x 是时间，那它的单位呢，如果用秒来说，好，那这个 y 呢是位置，那它的单位呢，比如说用公尺来说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我在描述一个运动，所以 y 等于 f of x 呢，是一个运动。那这个运动当然你可以丢一个球啦，开一个车子啦，或者就现在我人站在这边，但是我人站在这边，我必须要说我要怎么样测量我的位置。比如说，就拿这一根白色的边当作是出发点，然后那边是正的，这边是负的。那比如说这个黑板一块稍微多余一公尺了，我们就假装这样比较容易看，这就是一公尺。那我这就是一个运动，就从现在计时开始，我就慢慢走过来。我现在在差不多两秒后，我走到一公尺的地方，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又过了一点时间，我走到两公尺的地方，然后我又走回来了，对，我又走回到这个零公尺的地方。所以时间停，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那刚刚我的这个行动就是一秒两啊，对不起，这个二四六这样好了。我刚刚大概就花了然后这是我要稍微高一点，这是一公尺，这是两公尺。好，如果是这样，这是 x， 这是 y， 那我刚才的行动不就差不多是这样吗？在这边，然后我讲了一些话，停下来，然后我又走到。对不起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在这边停了一下，然后又走到两公尺的地方，然后又掉头走回来，对不对？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所以 y 等于 f of x， 如果 y 是给定了一个测量的方法的一个坐标，那我就可以知道在每一瞬间我人在什么位置。那 x 呢，就是计时开始到计时结束之间的秒数。那我就知道在哪一秒的时候，我在这个这里到这里这个范围的哪一个位置上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这样子来回的走了一下，所以你就看到我的位置，从零公尺走到了一公尺，停了一下，走到了两公尺，然后我在这边停了一下，然后掉头走回来到零公尺的地方。好，这个细节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，所以我们就只要知道。这可以记录一个运动。那如果把它做了微分是什么意思呢？把它做了微分以后，我们就说先看单位吧。这个单位呢，分子的单位就是公尺，分母的单位呢就是秒。所以这有没有看起来很熟悉？它是每秒几公尺的意思，每秒几公尺。如果这个算出来，然后当然要代入一个数，求出来导数，比如说是一，那就是每秒一公尺；比如说1.5，就是每秒1.5公尺；比如说0.75或3/4，它就是每秒3/4公尺。那这是什么呢？我想大家都已经听懂了，才是，这不就是速度吗？好，这不就是速度啊？每秒3/4公尺，就是说我那个时候的速度是每秒3/4公尺。但是我是不是在每一个时间？我的速度都一样呢？其实不一定。我刚才比如说我再重新走一遍，我刚才这样慢慢的走到这边，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是等速运动，所以
我花了两秒走过来，也许这两秒的时间啊，我只走一公尺，所以我的速度呢，在每一个刹那的时间，我的速度都是每秒二分之一公尺，因为我花两秒走一公尺嘛。但是我在这边停了两秒钟跟你讲话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在这两秒钟里面的每一刹那，我的速度都是零，每秒零公尺。然后我又比较快的走来这里，说不定我半秒就走过来了。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呢，我就也许是又是一个等速运动，然后它就是每秒两公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现在就花了一点时间，很短的一个时间，我掉个头，然后走回去，然后我走回去的方式呢，我先说，我走回去的方式是越走越快，对，越走越快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有感觉哦，在刚刚我走过来越走越快的那个过程中，也许我总共花一秒，但是我在前面的那这个，比如说四分之一秒的那一刹那，我的速度是比较，速度的绝对值应该说速率是比较慢的。然后在四分之三秒的时候，我的速率就是比较大，我比较快的。所以并不是说在每一个时间我的速度都一样。所以啊，算出来的这个 f prime of a 的结果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运动在时间为 a 的那一瞬吧，我们就说在那个一刹那的时候的速度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导函数啊，重说，我们现在了解了，如果 y 等于 f of x 代表一个运动，如果 y 的单位是公尺， x 的单位是秒，则导函数的单位就是速度单位，每秒几公尺。导函数还是个函数，还没有出来一个数，但是我如果代入一个特别的数去算那个导函数，我不就求得了所谓的导数吗？这个导数就是一个数了，比如说0.5，比如说四分之三，那出来那个四分之三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可以只说瞬间速度是四分之三，还要说在 A 这个时间，在 A 那一瞬间它的速度是四分之三，换了另外一瞬间它的速度可能不一样，因为这个运动不一定是从头到尾都是等速的，它可能快一点，可能慢一点。好，所以希望这个速度，我们不会再去做速度的题目了哈，不要紧张，只是希望从这边就了解到，哎，速这个导数有什么具体的意思？有两个重点要放进来，一个是在什么瞬间，在那一瞬间，好，我的速度是多少？在那一瞬间，我的速度是多少？